经过上次的试唱，我决定送给你一份礼物。哦，要礼物，该不会是钱吧？什么？最开改进。谢谢谢谢。我帮你们换起来。好，谢谢。其实没关系啊，这样可以。你不要洗很多盘子，不用，这样可以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帮你们换小盘，会比较方便。好，谢谢。什么意思？这位小姐的那个餐具还在。我现在马上帮你们处理。好，谢谢。他为什么那么紧张的样子？对，有点。他感觉很像是那种日式的。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，要不然你就有可能会被开除。所以这次你来学习外场的基本礼仪。马克老师你好，你好，我今天来跟您学习一切关于餐酒馆需要的技能，我都需要跟老师学习。这堂课的学费是15000元，你要做一场完整的服务，犯任何一次错就要支付3000元。有吓到的感觉啊！老师觉得要先做一件事情，你会比较稳定情绪一点。嗯，对，你要不要对着我讲十次欢迎光临？要，我觉得要。来，第一次就出错了。欢迎光临。对，好，再来继续。欢迎光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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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光临。你的欢迎光临那个欢。不要冲嘴巴冲出来，你想象你在全程都在服务你的朋友，基本上就不会出什么错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现在就带完位了嘛，哦，所以也念一次了。那接下来就是请客人入座，你要放任何东西到客人的面前，不管是送餐、送水、送菜单，你都要先告知他，这本菜单里面的菜你要了若指掌。您点的这个是奶油培根意大利面。它是比较属于北意大利的意大利面，它会用生的培根炒上蒜头、洋葱，最后倒白酒，然后再倒上鲜奶油下去收汁，把它炒出来，最后会放一颗生蛋黄。好难哦，好难哦！老师后面演练的这一段呢，是要看你们的菜单。上餐有包含两大重点：上餐跟收餐。先跟你说，哎，为您送上您的面包，放左手边，请享用。接下来重点就来，你要上下一道菜，那你就可以走过来，请问餐点吃还习惯吗？要帮您收餐盘吗？最重要的，记得客人跟你讲食物有什么问题，一定要拿回后场处理，千万不要用你的手去碰客人的菜。老师，我之前犯一个超大的错，我忘了。你就让他自己弄就好了，你不用弄手。老师，等一下还要指定一个什么？指定一个主菜，然后你要帮我介绍。我们今天的特餐是西班牙海鲜炖饭，特别使用来自伊朗的番红花。师傅使用金门制的前铁锅，带有微微的锅香气，最适合搭配带有果香气的白酒。没错。这一段你要把它背起来，要背一下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special order， 就是意思是说考试过程中会有这道菜。好，又廷，我们要正式考试了。好，那考试之前，老师再告诉你一件事。哦，老师是国际厨艺竞赛的裁判。哦，所以你要好好做哦。哦，压力好大。啊，压力很大哦。好紧张啊！好紧张啊！这怎么比全明星运动会还紧张？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OK 了。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您今天是四位。哎，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我这边帮你代位，这边走。你好，帮您送上餐单。好。好。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你们今天的有什么特殊餐点吗？我们今天的比较特别的特餐是来自西班牙的海鲜炖饭。嗯，对，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今天用的是来自伊朗的番红花。嗯哼，那还有我们今天那个今天在那个渔港当日海产，然后呢？然后比较特别是锅子是用来自金门的
浅锅。是。对，那这饭吃起来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比较特别是它的饭干燥，对，而且带 Q 感。嗯，对，那它其实蛮能搭配一些果香气的白酒。那我的主菜就西班牙海鲜饭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补充，它是那个富基渔港的当日海产。哦，对，每天现捕的海产就对了。对，那不错，那我就点这个。餐前面包我要可颂面包、大蒜奶油酱，然后我要一个蘑菇浓汤，然后一个油醋沙拉，那主餐就是你说的西班牙海鲜饭。饮料，那我就来一个美式咖啡，那我另外点一瓶香槟好了，就这样。好，那请您稍等一下，我请厨房帮您准备。那这边先为您上酒。好。好，谢谢。这边帮你上您的浓汤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这是你的西班牙海鲜炖饭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。请享用。你好，请问餐点使用完毕了吗？嗯，好，可以，可以收了。这边帮你收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西班牙海鲜饭啊，我觉得有点冷哎。有点冷。对啊，我觉得它不够热。好，不好意思，现在马上为您处理。可是我已经吃饱了。可是我已经吃饱了。您已经吃饱了，那要不要再？不好意思，您已经吃饱了。对啊，我已经用完了我的西班牙海鲜饭，可是我刚吃的时候觉得有点冷。好，我会为您帮你跟内部主厨做反应。那我也找我主管，跟我主管报告一下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。好 ，OK。觉得人生中最紧张的时刻嘛。你在从头到尾都没有收菜单。对啊。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收菜单，菜单是客人帮你拿到旁边的。那上菜单之后，你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错误，就是你菜单送完之后，请我看，你没有讲，请参考菜单。介绍的时候也没有介绍得很详尽，大溪渔港讲成富基渔港。你只有到主餐，我不知道是我在写评分，你偷看到了。没有，我突然想到。好像要对请享用。对，那你忘了问我菜满不满意。如果你问我西班牙海鲜饭满不满意，我在吃的那个过程，我就跟你说这个饭是的，餐点顺序也上错。面包，我先上的，你先上了汤。哇，我觉得我回去应该被汤哥杀了。我今天一万五可以付。这是五个错误的钱，你犯了八个错误。不好意思啦，好下蛋啦。我就应该洗碗洗一个礼拜。